那么心急干嘛？等我切好。你穿的这样去哪里啊？我以为来家庭逛街。你等一下。纸巾和伞都在里面，出门什么都不带，活该晒死你。要不要一起去啊？你们女人逛街，我去干嘛？那我等会儿我也是吃麻辣烫，我给你打点回来嘛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买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行了。嗯，好。好看，你怎么不买？哎，这夏天都快过完了，买了也穿不了好久了，浪费了。英子，你那么省钱干嘛？钱是靠挣的，不是靠省的。这男人不花他的钱，别人就会花。哦。王威，王威，去地里干活啦，那去哪儿？你过去，我来上。几双袜子，还给你买了两件背心，到时候你可以换着穿。你看你那件毛都烂了。不是叫你自己买吗？没有给我买啊。现在反季买又打折，我还给你买了件外套，到时候你吃了饭试一下嘛，不合适可以换。你不是去看裙子吗？在外面买。哎呀，那个颜色太艳了，我不喜欢。那如果随便买的，穿上有点吃。你哪晓得我喜欢这件衣服啊？都去看了三次的人了，你以为看了第四次你就会买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哎，不用买那么贵的衣服了，夏天都要过完了。不喜欢，不然我来退了。啊，喜欢喜欢喜欢，好看吧？好看，还不是我眼光好。复杂